队相当的庞大哦，有15位参与今天活动。好了，那个导演你要先代表好不好？因为您是这个片的灵魂人物，好，麻烦你先跟在场的媒体朋友们哈，然后说问声好啦，可以讲一下这一次入围6项的一些金马奖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好，我是那个《海用家》的导演陈洁瑶，然后欢迎今天来大家来到现场。今天很开心，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的首映，然后很难得就是全部的家人都聚在一起，我就觉得今天好像是我的喜宴嘛之类的。对，那入围6项。就是很开心我们呈现的电影可以被就是金马奖看到。对，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入围就是最佳影片，然后还有对最佳导演，好像我是唯一的女导演吧。对然后当然很希望演员都可以入围啦，可是因为大家其实所有的演员加起来就是一个主角。对，所以哎，我还入围什么？等一下，我想一下。有，你旁边有2个。啊，对，这个。跟那个。最佳女配角，我们的女明星拿了最佳新人张祖君。然后，其实我个人入围了3项。我想想，就最佳导演，还有最佳原创电影剧本跟我有写词，然后曲是包谱。对，然后我就先讲到这里，因为来了非常多人。好，来，难得有机会哦，来，那个。小蓝哥，来，洪志哥，来讲一下身为本片的坚持。好，大家好，我跟洁瑶合作了3部了，从不一样荧光到只有我长大，其实洁瑶越拍越好，那也很开心这次能入围这么多项，那今天他有家全部到齐哦，希望我们可以在19号金马奖可以把全部拿下来。好，那我们下个礼拜11月11号就要上映了，我也希望票房能够大卖。谢谢你，谢谢。好，谢谢阿志哥哈，我请你讲就是请你讲本片的档期而已哈，的重点即将要上映了哈。来，那我们要先请那个本片有入围2个奖项的，来先请新演员先讲好不好？来，一诺先讲一下。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一场首映。那下个礼拜全台上映，希望大家能去戏院支持我们海永家，谢谢。好，谢谢可爱的以诺。来阿妈讲一下哦，这改良入围金马奖的心情好不好？阿妈讲国语，对，很高兴今天能站到这个地方，我是一个老人家了，也是第一次拍戏，也是第一次入围，一生中很高兴。但愿你们11月11号来看我的真面目。看我真面目的部分，好，看电影啦。好，看电影啦。好，来，那片中的女主角其实应该好几位了哈。来，先请婷宜来说说好不好？在片中要挺着大肚子演戏，对不对？还未婚生子的感觉，来聊一聊。就是不容易。好，大家好，我是阿丽，你们好。然后在戏里面呢，我是演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一个部落的少女，然后在遇到家庭的所有困难的事情，要一一的去成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期。希望大家一定要期待看到哈永家一个家庭的故事。谢谢大家。好，谢谢。来，有请小旭，来。但是跟导演合作越来越多，辈分越来越高了。对，这是我跟洁瑶导演的第二部戏，从老师到婶婶。那我觉得这部戏对我突破还蛮大的，因为其实越贴近我们的角色是越不好演的。那刚好上映的日期是2011年11月11号，那我希望也预祝我们票房可以破亿。哦，对，谢谢。好，希望那个一不是只有在买东西的哈，还可以买一下哈永家的电影票啊，对不对？好，那再请一下我们片中大伯的女朋友，来，心肝来讲一下。Hello， 这算是也是第一次演出呢，对不对？是第一次演出，演得这么自然，谢谢谢谢你们。其实我现在还是澎湖人，那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可以接触到这部电影。那我在里面是饰演澎湖的男朋友，男友。这里。其实我是一个后天家人的感觉，我跟 Andy， 那我们没有真正的结婚，所以我一直也不是
被肯定的那个家人，但是我就尽量坐在感觉就是站在他的背后一公尺的地方，只要他回头他就可以看到我，我就是让他安心的一个定心丸。是 OK， 好，谢谢心肝。来，片中的姐姐，来，李轩来聊一下你在片中很多台词都很有趣的。大家好，我是李轩，我在片里面饰演李爱，是陈以诺的姐姐。然后就是也很谢谢导演那时候看到我这样，然后让我参与这部戏的演出。然后因为是第一次，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懂，然后是导演跟剧组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教导我，带我一直到现在。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然后来支持我们。希望大家11月11号也可以在首映会看到你们大家，谢谢。好，谢谢小姐姐哈、哦。来，片中饰演爸爸的，来爸爸来讲一下，洪金辉来聊一下。最符合现在这个时。我拉的是罗卡西姆瓜拉蒂啊，厉害！安尼那个把杜那埃嘎尼阿山海勇阿尼啦，乌阿玛个埃嘎瓜拉蒂，马拉霍达彦。11月11号的时候，还有一家电影就上映了，很值得欣赏观赏的一部电影。看完之后，相信我，你们和家人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近。谢谢。OK， 好，谢谢电影中的法上哦，你真是非常有选举味道，赶快来催票的感觉哦。好，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片中饰演这个算小帅哥啦，来黄信赫，来信赫，来，稍微卡到前面来，来跟你的女伴在一起一下。把人家肚子搞大的。Hi guys, I'm Andy Hui, and I also play the role Andy in Gaga. And 我其实会讲中文。我想说的是，我以前就很喜欢看电影，因为每当我从电影院走出来，心情永远都会比进去的时候好。我想这就是一部好的电影该有的样子。然后希望你们看完《哈永家》之后也会有这种感受。谢谢。好，谢谢信赫，谢谢。好，来片中跟导演合作过第二次的陈宇，来陈宇来讲一下。陈宇，哦，真的是时光飞逝哦，突然一瞬间从小朋友变大人，而且大帅哥嘞。大家好，我是陈宇，来自摩嘎乌烟瓦旦，然后这是我真实的爷爷，对，然后被《哈永家》里面的我们的以诺横刀夺爱。没错，对，就是电影里面跟那个祖孙情的情感，就真的很像我在现实生活中跟阿公，对，学习嘎嘎的路上，然后我在电影里面是等于说算是一个以诺的好朋友，也是他有点小精神陪伴的一个朋友，对，然后从一个我自己的爷爷被横刀夺爱了之后，从旁边看，可是我不会觉得说因为这样子我就。这个爱就被夺去，没有，因为打样不会分你我，都把大家当作一家人。11月11号，大家一起来看电影《毛爱积木瓜》的。好，谢哲宇，来顺便来让阿公。还有就是，在金马53的时候，很高兴，就我没有上台说致辞，对我有入围第53届最佳新演员。然后我希望我的弟弟。能够顺利的骑上金马，谢谢大家。好，谢谢。来，你要帮阿公翻译一下哈，来，我们问一下阿公了哈。来，第一次参与电影的这种感觉啦哈，而且这一次算是可以本色演出。내가한내가나가나가아름다운게다무서워한가호화유토가연와자미나내운만항로오메레운마수고그래고애가하니我们的齐老说，他就是说，因为我们打样都是会以敬天为主，就是我们会谢谢我们的天父。我们从开始到结束，其实都是因为有主灵跟天父的保佑，然后我们感谢他，然后我们完成了这个电影。是，好，谢谢阿公哦，《哈永家》就是以阿公为圆心，是一个精神，然后带动大家。好，来，再来请来邓威，来，王邓威，来，片中饰演一个，想不到吧？想不到，我又有演了，我就是国片职业龙套手，南港刘德华。我因为没有原住民血统，要不然我就可以演更多，对吧？其实你是唯二的职业演员的，其实他之前当过的男主角，所以他才可以加入这部戏。但我很荣幸，因为导演是从来不用演员的。
对不对？所以我是新人，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教。11月11号，哈永家一起进戏院，好不好？好，谢谢大家。你怎么变选举场的感觉？选举场嘛，哎呀，我们要选举啊。好，讲到选举，就不得不提片中关键选举的人物。来，你自己自首出来一下。来来来，斗笠斗笠，围浪斗笠。来来来，讲一下在故事当中的一个角色。来来来，好，大家好，阿嬷。来那个，其实你都是过去，你过去一点。对，那那我到旁边一点。对，我们很入戏的哦。首先哦，谢谢这个导演哦，特别有找到我来参与这一部戏。然后在过程之中，个人会认为是导演非常的大胆哦，在谈在戏里面先安排，包含我的角色。哦，顺便透露就是说我自己目前的部分，哦，因为这部戏可能谈到原住民选举的部分，其实它是演假的，但是真实存在过，包含现在我本人也是在参与，哦，我们乡内的代表候选人目前正在选举。可以拉票吗？没有，我要拉的是11月11号，绝对要买票，来买哈永电影。哈永家的电影票，哎，进场。从你嘴巴讲都怪怪的。我会觉得，现在是在拜票吗？哎，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好，好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维浪斗笠哈。好，来，我们来最后来请一下我们本片的配乐，好不好？配乐来，好，巴嘟嘟来，这一次呢跟导演是合作，而且我相信这次的电影当中一些氛围都做得相当的优美哈，对不对？来，来聊一下。大家好，我是巴普。那其实这次我也是第二次跟导演合作电影的音乐，那很荣幸再次入围金马奖的最佳原创歌曲。那我想要谢谢演员们还有哈永家这么美丽的故事给我感动创作。啊，11月11号大家进戏院支持好不好？好，谢谢。好，进戏院支持，而且这首歌真的相当相当的动听哦。那我们这边恭祝哈永家这入围这六个项目呢，都有机会可以抱走大奖。更重要是11月11号要买票哦，哈，进来看电影啊！要买票。好 ，OK， 非常感谢哈永家的各位，好，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那今天的这边的活动到一段落，谢谢大家， yeah. 谢谢。哎，口罩先拿掉，对对对，来，你是帮着别人，谢谢，来，来，好，来看一下今天中间的摄影，是由导演今天大红大紫哦，好，导演看一下您的右手边，您的右手边，对，右手边，好，导演再回来看一下中间，中间来看一下。中间，好，导演再看一下您的左手边，今天有特别 set 过哦，导演今天很漂亮，好，好，中间再一下啊、哦，好 ，OK， 谢谢导演，来，请导演到旁边来，稍事休息一下，来，监制，哎，杨豪志，阿志哥，来，我们监制。杨宏志大哥，多年来，哎，那个口罩先脱下来，谢谢。多年来为国片以及为台湾电影付出非常大的心血啊，而且在支持新导演或者是一些优秀的青年导演创作上不遗余力啊、哦，非常感谢杨宏志大哥担任本片监制 ，OK， 好，谢谢阿志哥，来，请本片的配乐陶虎巴杜鲁来，有请。担任本片的配乐，来，口罩先帮我拿下来，谢谢。好，来，好，来看一下，在中间，来，宝虎巴嘟嘟的配乐为本片装点的相当的清新，淡雅，相当的隽永的配乐哦。好，左边，来，中间来看，中间等一下。好，可以吗？好，再就那一张，再那一张。好 ，OK， 好，谢谢，谢谢巴嘟嘟 ，OK， 好，来欢迎我们是
微浪斗笠，来，微浪斗笠，来，有请，那个口罩帮我们拿下来，口罩，好，来，有请，来到中间那边，到这边，来，微浪斗笠，在片中扮演一个很奇特的关键角色了啊、哦，转变面啊，哦，原来背面的重点在这里啦，阿勇他们家，哦，他们家。他们家多厉害的，他们家。来，看心肝，来有请哦。心肝是辛苦的心啊，甘露的甘哦，不是小心肝的心肝。好，来看一下中间。片中呢，饰演竞选乡长的女朋友哦，这个相当可圈可点的演出。好，中间再看一张。而且还要协助选举的时候瞧事情，太辛苦了啊！好，非常感谢心肝啊，协助哈勇家敲台机啊！来，敲台机，来，王登威，来，有请登威。对，你才是桥王，对，来，勇来考试题，来。王登威在片中饰演一个应该算是宫庙界的代表啦，对不对？要负责敲整个乡里乡镇的选举，挑啊卡啊拢伊来处理的，然后对吧？哈，王登威，王登威，你今天行程很多哦，等一下还有你，对不对？哈，好 ，OK， 好，谢谢登威，来，有请李轩，来，片中饰演姐姐的哦，哈。来，到这个地方，到这边来，谢谢。来看中间，好，李轩在片中饰演我们故事当中雨诺他们的姐姐哦。看第一排，许多对话都是真情流露，俏皮可爱啊、哦，对不对？好，看一下你的左边，左边，然后再看一下你的右手边。中间呢 ？OK， 好，谢谢姐姐。来 ，Andy 哥，来，黄信哥嘞，来，有请 ，Andy 哥来 ，Andy 哥，哎，你是哥啊，来，这边，你是吧？来，啊，黄信哥在片中饰演 Andy， 也是算是女主角的男朋友哦。从预告片就看到了哈。哦他把他的女朋友肚子搞大了，好，看一下上面哦。那同时，黄信二也是现阶段哦人气相当高的年轻新秀。好，你左手边的下面。好，再看一下一楼看台区下面。好，挥手的 OK。好，谢谢啊 ，Andy 哥哈，请先下来哈、哦，来，接下来是片中一诺的代表，来，张祖君，来，祖君，这是片中的人气王啊哈，一诺啊，这个片中的角色叫一诺啊，同时他也是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哦，请大家准备拍起来，好，看一下哦。每一句台词都可以把大家逗乐哦。好，谢谢主角，谢谢，感谢一诺，谢谢。来，好，准备上来的是片中的，来，婷丽，来，林婷丽，请上台，谢谢。好，今天刚好可以跟红地毯有最大的对比了，就是你了。好，来，阿丽哦，片中大家都要叫你千万回的哈、哦。来看一下中间。婷丽在片中扮演竞选乡长的女儿，同时呢，也要处理自己跟男朋友的问题。好，开始。好，左上。好，右边有看到吗？右边有拍到吗 ？OK， 这边好，左手边。OK。哎、欸，这是竞选的动作哎。好 ，OK， 好。谢谢婷婷，好，来接下来是陈宇，来，
来，有请。哦，想不到你长那么大了哈、哦！来，中间第四排的地方，再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对，好，对，好。陈宇呢，在片中算是每一个人的好朋友了啦哈、哦，而且他也是上次在《只要我长大》当中呢，他也获得了很多的新演员的入围，其中也包括了金马奖哦，真是眼睛眨一下就长高那么多了啊、嗯，真是优秀。好 ，OK， 谢谢陈宇，谢谢。好，再来是小勋，来有请黄静怡。哎呀，跟导演合作越来越多部哈、哦，感觉演的辈分也越来越高了。来看一下中间。哦，上一次是演老师，对不对？这一次已经变成阿静了。中间。好，中间。漂亮，漂亮。好，转向你的右手边，您的右手边。你要转个半圈给大家看一下吗？转个半圈。就是 over the shoulder， 对。好 ，OK， 谢谢小勋，感谢。好，接下来是马上来，洪金辉，动算，嘿，来，你动算，好，对，好，这个地方 ，OK， 动算哈、哦，片中要动算，因为他要去竞选乡长，哦，过去他也是帮人家辅选的，对不对？哦。结果被欺负，哦，被人欺负的规矩，自己出来算，对不对？自己出来选比较帅了哈。好，祝你高票当选啦、啊！谢谢叶金威，谢谢巴桑啊、哦！来，阿公，来，麻烦阿公上来了，来有请陈德清阿公。好，88岁了，嗯、哦，阿公同时也是。陈宇真的阿公 哦，来，阿公看中间哦。阿公的戏份虽然没有很多，但是阿公的戏是整部片的灵魂。好，感谢阿公，来，阿公在旁边移动一下就好，来，在旁边就可以了，好，不用下来哦，不用下来。好，这边就好，这边就好了。对，不用了，不用下来，哎，在那边就可以的。来，阿嬷，来，有请林张真妹，来，有请阿嬷来了，阿嬷来了，阿嬷也是本届入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有请大家捕捉阿嬷精彩的这一刻。来，阿嬷，快点看中间。阿嬷应该蛮兴奋的哈，入围金马奖哈，好 ，OK， 好，那有请导演来麻烦帮大家整队一下，我们来大合照哈，不用下来啊，不用下来，阿嬷不用下去哦，阿嬷不用下去，阿嬷来中间呐、啊，阿嬷来中间来，导演麻烦您整队一下来，大家一起来拍大合照。光跟阿嬤在导演中间好不好？来，然后孙子辈的往前面，孙子辈在前面，那、啊、你这个会选的这个在前面，这个会选不下去，会选不下去。年轻人都在前面，年轻人都在前面。好，可以吗？年轻人都在前面哦。好，往中间一点。好，本片6项提名，也预祝6项都能够满载而归，来66，大家都开心哦。这个片也是有选举的元素，所以使得我相信各位观众在看这个片的时候，一定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好 ，OK， 好，来，有请大家慢慢的起身，来，慢慢站起来哦，哈，来，好，然后再麻烦我们来稍微站两排哈，来。关的是哪一个国家？但我现在。
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讲说，我最喜欢